搁食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若无进来，恁无买买物件，无法度啦吼。我问一下吼，我嘛无爱买啊啦，哦，食啦。恁在座人甲买上两千个就好，有人甲买两千块起哩个无？两千块。那个走了。在座有人甲买上两千起哩个无？哎呀，拢走了。走掉，刚刚那个最后一个买烤箱那个就有买两片以上，有无？两千吧，千块，千块无啦。在座人阿妹就两千起哩的无？对啊，都惜字如金。你吗？你吗？两千块？他应该有。没有。你没有吗？一千多。未使你千块两个在想，千八有无？有在算的无？啊？千八，今天客人很妙。千七，问又不理，然后约又不满，然后不买又不走，按你弟啦吼，会不会太坏？我就怕别人拿吃命。那等于吃啦，东哥早。吃命，歪分啊，歪分啊啦，哎呀，吃分啊，分袂平啊，再一百块给你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再一百块给你啦，来啦，哦，吃分啊，分袂平，乖啦，难讲真诶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对面家还是公卖啦，我话你讲啊，这两粒有人要爱无？两千有三，这两粒吧，介大粒，咱讲真诶啊，非常的大粒。免费送一盒。哦，纸罩杯，咱讲真诶来啦吼，F 罩杯，有人要爱无？我话你讲啊，等伊啊吼，蛋糕用哦烧好食，哦腿裤啦，哦蛋糕用哦烧好食来，我讲招两个就好啊，哦蛋糕贵点的腿裤，哦要食哦腿裤你知啦吼。哦，腿裤，腿裤你知无？卡裤啦，卡裤哟，对啦，卡裤你来行啦吼，卡裤卡裤啦吼，再卡裤你补仔裤啦，无你放皮面腾裤。我你讲来啦吼，你来正啥物事啊？一粒麦克爱几粒袂哦？哦，几粒无甲恁处理哦？这粒袂五百，袂四百，开三百，啥物食三百？有人要来三百块？无吼，三百无吼，我你讲来几粒袂啦吼？无甲恁处理，等于代处理，等于代切吼。三百，伊啊五来，啥物食？紧倒来，两百块来倒来，两百块啦，卡裤来。哦，过来食卡裤无来，两百来倒好来卡裤，两百块，本来食卡裤啊，无少些两百卡裤来少些来，来卡裤来，哦，来卡裤，我先食卡裤来，哦，今仔想要食卡裤，少些搞起来过来，真正大客呢，一副刀背，两百来倒好来，两百块先食卡裤的，你白块卡裤想要食啊卡裤，有人要爱无？啊，卡裤。那个叫套条啦，啊，这两百什么钱啊？卡裤，无啊，这两条两百无啊，来条回来。我讲来，那个套条啦，不是花枝啦，套条来买个五百块可不可以？五百块可不可以？一只五百哦。不可能啦，一只五百啊。来啦，一只五百啊，一只五百啊，一只五百啦，两只五百啦，两只五百啦，来啦，三只五百啦。五百块啦，来啦，四只五百啦，五尾五百来啦，五只五百啦，对嘛吼，来啦吼，讲个上一株啊，哦一堆五百块啦，这样子啦，五百块啦，套丢啦，可以吗？你要吃无？套丢五百，无要，套丢五百块的套丢。多卖呀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搁十个啊！这电话过去了，停了。今天在太平没错，礼拜六都固定在这里。中山路二段509号，509号。为什么蛋黄就是酥啊？蛋黄酥哦。Hello， 啊，那去啊，可以算了，来，来来，我带我这多帮酥的。我讲来，这款肉两百来，倒来200块，来一包200，哦，200。来三包200来，要吃来，紧倒存钱下嘛吼。来四包200来，五包来200多啊，100块，200块，100块200来。来最后一样来200来，倒来200来，这款肉，100块来，这边来200来。原来要大声，客人才会买。哎，刚才海关真好大声，我差一点吓到。现在章鱼脚什么菜？塔可虾，赶快无话无目屎的物件来，200块来，莫搁啰嗦来。我讲一斤卖偌济，四斤，一斤百八，别讲介贵啦，问题在当前啦吼。这个三百，这个幺五就一个200块，就落200块。来，我就一个200。章鱼脚就一个200块，章鱼脚什么菜？200块。塔可虾就一个200块，什么菜？200。无要，
啊，一摆你做八啊尾啊啦吼，咱讲八个啦，再搁送你啦，水两百就好啦。好来，两百来就好来，反正算八啊尾啊啦，两百块来就来较够卡。咱要三个无？两百块来就来两百来，两百个章鱼脚谁吃的？章鱼脚我就一个两百。无哈，他搁搞少一个两百块，慢慢拆完哈。章鱼脚来就赚两百来。好、哦，要三个无？要三个就一个两百，他搁卡来两百块。来吃无就一个两百，章鱼脚来，下面吃两百块。他搁卡，过来要来无？章鱼脚200块谁吃的？无哈，章鱼脚200块慢慢吃啊哈。来，来，迄、那个我讲一下哈，吃黄鱼下面坐嘞，黄鱼。安尼啦，好无？所以咱大家都食，正食做糖醋做红烧好食来。我讲来，一斤卖你300，卖你200，好无？一斤220的款嘛吼，无重要来。两尾卖400，好无？两尾卖300，我就坐300块坐吃的。300块你要食啥无？黄鱼300块，来，来300一个来。我是300块吃食黄鱼，我就坐300。来吃黄鱼的无？无要，我讲啊，来。是吗？是嗎刚才没有注意看在打标签。300来，好了，我吃黄鱼，300块。300来，行了，小姐来。来，300来，好来，黄鱼来。来，过来吃黄鱼的无来。来啦。来，过来吃黄鱼的无？这一千块无啊？来，黄鱼是这个。别乱吃。来，黄鱼是这个。阿妈，你好。说华语。来，来，来，吃黄鱼的无？搁300来，好来。好，这一箱无啊？好，这一箱啊，来，一、两，来三，是啊，300。来，一、两、三，是啊，300块。还有个300块，谁吃的？九尾太黄鱼啊，多啊，300。这样到九尾啊？来，一、两，加到他七尾或八尾。好，两尾300块，来，好来。三，是啊，300都好来。来，一、两、三，这只300块谁吃的？加加加，啊，加来加来加来加鱼来，哦，加鱼加鱼来，来，300这只的什么吃啊？300，要吃黄鱼的无？300个黄鱼什么吃啊？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。OK， 我回去看，看一下现在最后一个人300。三个小时又三。来这边来，来来喽，孟姐哈，这能洗啊啦，哦，能洗啊，但是用晒好吃，用烫的好吃，用炒的。炒也蛮好吃，安尼无，我咧讲吃活动的，活动的卵丝啦吼，要吃几啊来就好来，你第个囝咧冰箱冷冻袂害啦，吼，等去三等去炒，一斤偌济拢无过发的哦，安尼讲真个啦，一斤起价400，即摆虽然无一斤啦，不过抓着我300块200卖啦吼，两卖卖500，再吃啊，两四500块卵丝啊来，三卖一个500来就好来，卵丝啊三卖500块啥物水，啥物三来煮啊来。爱冷冻哦，你知啦吼，来即尾我送你500块，来要食来，我来讲来，我啊分落来500好，来500来煮啊啦，哎，500来倒来煮啦，来了秒杀，能吃下来无来？还有，忘了收了，在最下面，你看现在字都写得很清楚，都不怕找不到。我跟你讲吼，要食冷食啊，就是500来，吼，还要三十遍，还要三十遍，难讲真嘞，我讲来啦，500块，啥物事啊？你要长三两只，食到要大巴肚，食袂了。难讲真嘞啊，三两只就好，食到食袂了。五百就一个，冷食啊，有哪要三只来500来？来，来听歌，你来了。来500来。来500来，来500块，咱死啊500块，啥物事啊？咱死啊！500块旁边来啊吼，咱死啊就一500旁边吃啊吼，乱死啊！无啊吼，不爱吃白饭，紧就卖大饼好不好？咱死啊！好来，来，来喽，来，章鱼脚要啦，来，来煮饭。啊，来不及分钟，你还要等煮饭？对啊，进来赶紧买。好来，来200块，200块来等啥啦？哦，先吃两嘛无啊，哦200块。好，谢谢哦。啊，佮咱们食啥无？我就借200来，200块谁要吃的？200块。有咱们啥的无？你佮食这类物件，我就借200，啥物食啥？200块。200块谁要吃的？200。无哈？200块无要吃啊哈？200块啊，来，哎，我问一下吼，来啦。这回味啦，哦，回味什么真的回味啊？做人打针都吃，出来卖个，
哈，做咧卖阁加讲啦，安尼好无啦？要吃火锅，或者是不是加包的？伊讲要等下揢钱，啊，去看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我讲来啦吼，我以前食咧，卖阁加讲啊。虽然到这煮食就是老最好食，安尼好无？我讲水好食，真好食，卖阁一尾七八十块啦，凊彩啦吼。如果食咧无偌济啦，吼，两尾落去安尼好无？三尾就一个三百二啊五，两百块来就对啊，两百。你食无就一个两百块，来，四尾两百来。四位，来，安尼两百，四位两百，十三十二吼，四十一十六，安尼我来讲，吼我来讲，四个人就好，一个两百，百八来，卖啰嗦，百五来，好来，百五好，来，好继续来。讲完啦，有人要煮汤的无？讲完啦，煮汤好食啦，好不好？卖卖你伤济，你我存只个尔，一包卖讲卖三百，开两百。讲完啦，要煮只菜头汤无？来两百，百五来，开一百块，都一百块。讲完一百块，谁输啦？来，我存只个尔，吼，一百，这边来，我来。来一百，来倒来。来一百，来倒。好，煮只菜头汤未歹啦，一百块。讲完先要食一百，要来一百块。讲完。一百块讲完，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别插我哈，讲完，还佫一包药来。我再来，好来，好，讲完一百块实施的，讲完。